回到国内，彰化县庆祝建成300年，昨天在鹿港体育场举办囤肉节活动，还有大胃王吃肉包比赛，气氛热闹非凡。上百公斤，要价20000多元。彰化健康猪火炉上烤的表皮金黄鲜嫩多汁，香气四溢。烤猪达人手脚利落，割下一大块，迅速分切装进餐盒，一共500份，要免费发给民众享用。看看顶着中午大太阳的队伍，连绵好几百公尺，等领猪肉就知道有多好吃。好吃，很香哟，很嫩啊！1、2、3，开始计时。白上衣的大哥低头猛吃，咬咬咬，白白胖胖肉包一点点迅速消失，再喝点水帮助吞咽，果然速度最快，不到1分钟就已经吃完3颗大肉包，勇夺第一名，击败其他11名对手，拿走1000元奖金。哎呦，已经出现了一个，他吃的速度也太快了，46秒69。彰化县长王惠美也亲自到场，发放1000份汉堡、1000份要炖排骨，要让到场民众有吃有玩，不惜重本，就是要让民众把彰化优质猪肉品牢记心中、嘴中。有挂健康猪的品牌会多2块到3块，拍卖的时候会多2、3块。推广彰化健康猪肉品，庆祝彰化建成300年。中秋节前夕，民众提前大快朵颐，尽兴而归。记者林一峰彰化报道。